Hello，好久不见。你要往哪走？这边。这样。我们本来是去环球影城玩到29号的，想等你一下，结果你今天回来就有一个姐妹，29号刚回去。对，我们就想去玩一圈，然后如果等到，就等到了，他正在那个昆明，非常的那个自闭现在。对。来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